欢迎收睇无线7:30一小时新闻，我是萧子恒。今晚的主要新闻有：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今日结束；西九文化区 M 加博物馆正式开放；19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宣部话，改革开放以嚟，总体中共同埋国家嘅前进方向正确。睇下详细嘅新闻内容。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结束，地区直选、功能界别同埋新增嘅选委会界别，如果所有参选人都通过资格审查，全部界别都将会有竞争。提名期最后一日，不少人赶尾班车参选。谢伟俊由地区直选转战选委会界别，九龙东就交棒俾中医师李嘉欣。好多谢佢鼓励我企出嚟，因为九龙东是佢一路心系嘅地方嘅选民，咁亦都系一路都系服务喺呢一区。咁佢好希望喺佢转战咗其他地方之后咧，有一个人可以秉承佢嘅政治理念。同區有鄧家彪、顏文宇、陳俊雄和胡建華，五個人爭兩席，暫時是競爭最激烈的一區。港島東亦比較多人競爭，同新界東北都各有四個人參選，全部十區都有競爭，最少九區有非建制派出戰。功能界別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早前只有謝偉全報名競逐連任。建筑处前助理处长陈泽斌最后一日报名，意味功能界别全数30席都要经选举产生。教育界再有人报名，保良局林文灿英文小学校长文思颖同马利湾学校校长林永思参选。同一个界别仲有林日峰、朱国强同丁建华。竞争最激烈的是医疗卫生界，暂时有6个人报名。亦有多个界别打破多年来自动当选的局面，包括乡议局、地产及建造界等。早前已经有49人报名的40席选委会界别，再有新参选人。科大广州副校长吴宏伟报名，新民党常务副主席、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亦都加入战团，为要为近几年面对巨大压力的纪律部队在议会发声。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就话，会争取及早完成候选人嘅审查。来自不同背景嘅各位，希望为香港付出嘅精英，足以证明社会各界对爱国者治港下嘅香港系充满期盼。参选人资料可以喺无线新闻网页、手机应用程式同埋扫描二维码睇到。无线电视记者翟瑞文报道。西九文化区 M 加博物馆今日正式开放，第一年香港居民可以免费入场，下午部分时段预约爆满。对于艾薇薇部分的展品等等未能够展出，有市民说感到失望，也都有人说理解做法。本港最大型視覺文化藝術館 M 加博物館朝早10時開放，館方先舉行儀式，多個管理層出席，工作人員都難掩興奮。歡迎歡迎啊！過百個市民一早排隊，人龍一度排到去西九草坪附近，人群中包括今日90大壽的佢。好熱鬧咯！我覺得人多嘅，真係好多人嚟睇嘅。部分展品展示當代嘅社會狀況，有市民話希望從中找回憶。尤其是你見到嗰啲農屋啊，嗰啲嚇，特別係一個回憶嚟嘅。同埋天台嘅天線，嗰啲電視天線係一個美好嘅回憶。覺得係有少少匆忙迷茫，唔知佢個程序由邊度開始。擔心當代藝術品太難明。唔緊要，掃一掃二維碼，隨時亦都有聲音導航。係啦係啦，啱緊嘅。博物館分為6組主題展覽，暫時展出大約1500件展品，涉及古今中外。
對於部分展品，包括艾薇薇的中指圖，暫時未有展出，有市民說失望，亦都有市民說意料之內。Well, I think it's really disappointing. I really think they should have just not talked about it and just showed it. And you know, like sometimes art is controversial. Art is political, always political, and it always reflects society. So, and countries don't fall because of one artwork. 始終都明白個點解唔得嘅，咁希望有機會再係咯，都會睇下，而唔好話淨係係咯，執著呢兩題咯。咁如果佢真係執著呢啲嘢，佢可能開唔到，一係 delay 咗成件事，咁咪仲唔好 ？M 家博物館館長華安雅話：館內有艾薇薇其他作品，形容博物館展品眾多，部分係其他亞洲地區冇或者未曾展示過。M 家博物館單係購買展品同埋收藏就已經用咗17億港元，花咗15年超過59億籌備建造，係咪物有所值？如果佢誒唔花呢筆錢咧，咁就唔可以推廣香港啲藝術咯，可以推廣更多嘢咯。一開眼界嘅，其實裏邊有好多嘢，我未睇得曬啊！今日33個展館，我期待遲下自己再嚟。工作人員不時都提醒，如果有大件嘅背囊，要將佢孭喺身體前面，以免撞到展品，又或者免費儲存喺有鎖嘅儲物櫃入面。無線電視記者冼智報導。截至下晝5點 ，M 家博物館超過11,000人入場。官方宣布今個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接受未有預約的市民入場。有入場人士就說館內只有一間咖啡店，選擇太少。要去西九文化區的 M 家博物館，除了可以搭港鐵到九龍站或者柯士甸站，走至少大約10分鐘過去，還可以乘搭多條的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由博物館道、西隧收費廣場等等的巴士站落車再過去，步程都是大約10多分鐘。我覺得都暢通無阻，係因為都係搭地鐵過嚟咯，咁所以都 OK 嘅。水上的士喺 M 家博物館嘅開幕日同埋逢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途經西九，市民可以由油麻地嘅臨時上落設施落船前往。搭水上的士嚟嘅市民，如果嚟到西隧嘅行人天橋唔想行上行落嘅話，就可以考慮經海濱入去博物館道行入 M 家博物館。我哋而家就行一次，睇下需要幾耐嘅時間。我哋用咗差唔多10分鐘嘅時候，就由碼頭行到嚟博物館嘅入口。沿路咧其實都冇一啲亞遮頭，咁所以如果太陽曬嘅時候行咧，都會比較辛苦噶。要行曬6組展覽都要啲時間，想開餐嘅要留意。博物館入邊暫時只有咖啡店營業，一份三文治加埋飲品要大約80蚊。館內亦都有兩間餐廳，不過未有開幕日期。10%到啫，唔多，可以接受。你睇下而家出邊啲設備咁大個風景區。超值㗎啦，超值㗎啦！咁又好似見唔到嗰啲撳水嗰啲機咯，即係冇嗰啲機咯，可能要啲小食嗰啲機啊，或者夜飲機撳下會好啲咯，係啦，因為唔係個個可能中意飲咖啡。不過行到博物館嘅西九草坪就有餐廳同埋美食車可以揀。咁的確今日開幕平日啦，嗰、那個人流都帶動咗好多。未開之前就如果平日計就都係下午嗰啲時間先有人喺度嚟玩啊，因為都幾熱下，咁啲人都係去草地啊咁樣。佢唔擔心博物館入邊嘅餐廳日後開幕會搶生意。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大約1500件嘅展品入面，包括一間80年代嘅壽司吧，喺日本拆卸之後重置喺 M 家博物館。1500萬嘅購入價都引起討論，值唔值咧？鍾卓熙去了解過。But then suddenly very metallic, very super modern, elegant furniture. So it's this contrast is very interesting. Kuramata wanted to bring the restaurants and shops more like a dream and the poetry. 壽司吧2004年喺東京結業之後一直荒廢。M 家博物館之後買咗佢翻嚟，除咗呢一塊玻璃同埋呢一塊牆身，近乎原裝咁將壽司吧運嚟香港，包括壽司吧嘅後台，連當年聯絡客人嘅資料等等都有保留。館方又話呢度一磚一木都好珍貴，亦都係設計師嘅心血，所以大家嚟參觀嘅時候要謹記眼看手勿動。另外咧，館方又話呢度不准飲食，所以唔能夠還原曬成個壽司館嘅情景，例如係唔俾大家喺度食壽司。
冇得食，但系仍然吸引唔少市民排队，用半分钟观摩呢件用1500万买入嘅艺术品。我谂佢都系想展示翻佢第一代嘅寿司台嗰个设计点样啊，用材料系点样咯。但系好可惜就我哋唔可以掂嘅，我自己就觉得唔系咁值嘅，我自己就觉得啊，咁但系呢啲嘢艺术嘅嘢都系见仁见智啦。We are not auction house. This is a you know historical object. That's not really our job to value.The monetize the culture. Maybe your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they can still come and see the works and also even can study. So that's the value. It's a knowledge.通常咧喺個建築設計、室內設計行咧，佢因為佢冇所謂知識產權啊，咁所以其實都係佢係好多人模仿抄襲嘅。咁所以你其實基本上揾啲裝修師傅做過一個出嚟得嘅喎，可能100万做到，咁點解要1000几万咧？佢買嚟翻嚟有咩歷史意義？佢又話：多項嘅本土藝術正係逐漸消失，例如香港漫畫或者大排檔文化，認為1500万可以使得更加物超所值。無線電視記者鐘卓希報導。轉睇下19屆六中全會通過第三份歷史決議，並提出兩個確立。中宣部話：改革開放以嚟，總體中共同國家嘅前進方向係正確。駐北京記者梁卓欣報導。中共20大春年下半年召开，外界关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唔会再次连任。啱啱闭幕嘅19届六中全会公布提出两个确立，包括确立习近平中共中央嘅核心、全党嘅核心地位，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嘅指导地位。当局话呢个系历史选择，民心所向。坚决拥护和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全党就有了定盘心，全国人民就有了主心骨，中华复兴号主人就有了掌舵者。面对惊涛骇浪，我们就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六中全会亦都通过决议，总结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这个是中共第三份的历史决议。中宣部话，同前两份决议主要总结党嘅历史教训，分清历史是非唔一样。而家要企喺新嘅历史起点，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党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总体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是顺利的，前进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宣部话：呢份决议符合实际，有利引导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坚定信心，以更加昂扬嘅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线电视记者曹嘉荣报道。休息一阵，翻嚟会报道。第一宗涉及接种新冠疫苗嘅死因庭案件，陪审团一致裁定死因存疑。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稍后揭幕。習近平和拜登都會視像發言。回來新聞時間，本港第一宗涉及接種新冠疫苗的死因庭案件，陪審團認為有其他非自身疾病因素導致死者死亡，一致裁定死因存疑。首宗呈交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審視的個案，63岁李宇根喺2月28号因为气促去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求诊，2个钟头之后因为急性心肌梗塞引致急性肺水肿，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佢死前2日喺官涌体育馆接种第一剂科兴新冠疫苗。专家委员会早前话，死者有严重冠心病，认为死亡同疫苗接种冇直接关系。在死因庭上，死者的哥哥和朋友说，李宇根生前间中心口翳住翳住，行路会气促，但是接种当日和第二日没异样。2月初曾经为李宇根诊症的普通科门诊医生卢坤仪说，他患糖尿病、微蛋白尿和肥胖，每日吃3包烟，诊断为稳定型心绞痛，但是情况不算危险，当时亦都没有急性心脏病的迹象。法医卓华说，死者部分心肌坏死，同急性心肌梗塞吻合，心脏血管超过70%去到95%闭塞，估计是长年累月形成。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张文勇说，未有文献显示接种科兴疫苗同心肌梗塞有关，但是不排除打针或者是致死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死者离世前两至三个星期已经有心肌梗塞，无论有没有接种，心脏情况都会恶化。死因裁判官周慧珠引导陪审团的时候说，如果认为急性肺水肿是急性心肌梗塞引起，而死者接种之前已经有心脏的毛病，即使排除不到打针加速了心肌梗塞并发症的可能，亦都可以裁定属于死于自然。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四个钟头，认为有其他因素导致死者死亡，最终裁定死因存疑。无线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下星期一讨论是否建议降低科兴新冠疫苗的接种年龄去到三岁。有小学校长说，疫苗接种有助恢复全日全校面授课，可以弥补疫情期间学生缺乏的全人发展。目前本港新冠疫苗的最低接种年龄是12岁，当中12至17岁的青少年只有伏必泰可以选。不过科兴由而家最细18岁可以打，有机会可以降到去3岁。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刘宇龙话，委员会下星期一会就科兴呈交3至17岁的接种数据，讨论是否建议降低佢的接种年龄。小国家曾经应该打过1亿针以上啦，咁加埋其他嘅国家地区，譬如智利啊、土耳其啊、印度尼西亚咧，应该系上亿以上嘅针数噶啦。而家嗰个安全系数咧，同成年人系冇差异嘅。我哋自己见到嗰150个青少年，香港嘅青少年，佢产生嘅抗体浓度比佢嘅父母啊系会更高嘅。我应该唔会喺12岁之前打，可能副作用会更加大。如果有消費券的話，我會打咯。科興都是中國嗰啲疫苗，都是自己可以話係自己製造嗰啲疫苗。因為新冠都感染咗，就算康復都好辛苦，唔方便。起碼打咗之後咧，就做咗個抗體。而家全校師生達到70%嘅接種率，可以申請恢復全日全校面授課。有小學校長認為，學生上半日嘅網課已經好耐，期望降低接種年齡之後可以合資格申請。但早前曾經就相關嘅議題諮詢家長同學生，普遍對打針持觀望態度。心態都是等多啲人打咗先啦，側邊啲同學仔打咗冇事，咁咪我咪有信心咯。我哋高年級同學係冇咗佢哋最中意嘅旅行活動啊，或者係田徑運動會啊，甚至好多嘅課外嘅比賽。咁我諗係如果能夠去全面全日復課嘅時候，呢一啲嘅全人嘅發展。多元的學習係先至可以補得上咯。張勇邦話：即使學生將來有得打針，都唔會就住接種率去制定一個目標。希望政府可以加強解說，提高家長對接種疫苗嘅信心。劉宇龍建議，如果相關委員會通過建議，當局可以按次序俾中學生先打，大約2个月之後再俾小學生打。出年年初再擴展去到幼童，相信可以緩解眾多家長的疑慮。無線電視記者吳心如報導。沙田萬怡酒店下個月8日開始新增為外佣檢疫設施。沙田萬怡酒店是繼大嶼山竹篙灣檢疫中心和青衣維逸酒店以外新增的指定檢疫設施。合資格的外佣僱主和職業介紹所下星期一起可以在酒店的網上預約系統預訂。酒店提供500间房，每晚收費是650元，房間數目較荃灣思麗酒店多。而荃灣思麗酒店下個月起剔出外佣檢疫酒店，留起做其他的檢疫用途。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安全設備法，阻撓華為、中興通訊等的中資企業在美國出售設備。中方多次批評美方犯法國家安全概念，無理打壓中國的科技企業。美國參眾兩院上個月通過安全設備法，要求聯邦通訊委員會不再向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中興通訊等被列入威脅國家安全電訊設備清單的企業批出新的設備許可。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正式簽署生效。新法例下，聯邦通訊委員會不能夠再審核或者同意授權會對國家安全構成不可接受風險的申請，意味這些企業不能夠在美國出售產品。
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卡爾話：自2018年已經批出3000多個供貨許可俾華為。新法例可以確保唔安全嘅電訊設備唔能夠安裝喺美國嘅通訊網絡之內。委員會甚至可以撤銷之前已經發出嘅許可。上個月亦都已經撤銷中國電訊子公司喺美國境內嘅營運許可。華為、中興、海康威視、大華技術同埋海能達通訊5間中國企業，今年3月已經被美方列入黑名單，話佢哋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美國針對中國嘅行動持續，外界憂慮會令中美緊張關係升温，影響國家主席習近平據報美國時間下個星期一同美國總統拜登嘅視像會議。中方多次批評美方犯法國家安全概念，無理打壓中國科技企業，敦促美方公平公正對待中國企業在美發展。無線電視記者楊潔怡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在稍後揭幕的亞太經合組織第28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面發言，分析相信是為兩個人預料下星期舉行的視像峰會創造良好的氣氛。在北京，外交部說希望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推動中美元首會晤取得成功。亞太經合組織第28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由新西蘭主持，因應疫情，來自21個經濟體的領導人透過視像出席會議。據報下個星期會舉行視像峰會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將會在會上發言。路透社引述中方官員說，中美兩國早前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發表的聯合宣言，為兩個人即將舉行的視像峰會傳遞正面信號。官員又說，中美之間的競爭應該似高爾夫球賽，各自精益求精，而不是似拳賽咁要激倒對手。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四在一個智庫發表講話，說美國將會在經濟和技術等多方面和中國激烈競爭，並捍衛自身價值觀。但是美方亦都認識到，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會成為國際體系入面的重要成員，美中競爭冇理由變成新冷戰。在北京，外交部回應沙利文的言論，說國際關係入面存在一定的競爭，但是應該是在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基礎上面的良性競爭。我們反對把自家規則當國際規則，強迫別國遵守的不公平競爭，反對以競爭為名損害別國主權、干涉他國內政的不正當競爭，反對打着競爭旗號限制別國發展、剝奪他國正當權益的不道德競爭。發言人說，中美雙方正是就元首會晤的具體安排保持密切溝通，希望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共同努力推動中美元首會晤取得成功。無線電視記者曾偉俊報導。再休息一陣，回來會報導。財經官員在介紹六中全會精神的記者會上面強調，經濟波動是短期現象，共同富裕是長期目標。東澳北京賽區唯一的雪上比賽場地首鋼滑雪大跳台大致完工，預料下個月中下旬開始造雪。翻嚟新聞時間，先睇中國新聞。新華社報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9月在中南海主持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第3份歷史決議聽取意見，強調現在全面總結中共歷史經驗對開創未來有重大意義。座談會在中南海舉行，出席會議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稿表示完全贊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世界正是經歷百年未有大變局，中國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在這個重大歷史時刻，全面總結中共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對統一全黨思想堅定信心，開創未來，還有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等具有十分重大意義。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专门用一次全会总结中共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习近平说，中共要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面总结中共在百年历程中取得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推动全党形成新的精神风貌，空前的团结统一，高度的政治自觉，实现中共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无线电视记者曹嘉荣报道。在六中全会记者会里面，有财经官员说经济波动是短期的现象，共同富裕是长期目标。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提出要促进共同富裕。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说，中国经济具强劲韧性，面对新冠疫情冲击，经济波动是短期现象，共同富裕是长期的目标。中国经济拥有健康的基本面、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空间，完全能够实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对于有评论说共同富裕是杀富济贫，当局强调捐献不需要强迫，又说企业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最基本是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尽本分，走正道。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个它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他又说，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促进公平收入分配体系，才能够分好蛋糕，同埋有利进一步做大蛋糕。无线电视记者吴慧欣报道。内地新增79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辽宁录得52宗，都是在大连确诊，河南有12宗，北京有6宗。另外，为了防疫的需要，长三角部分铁路中转站暂停转乘服务。另外，北京冬奥组委证实有外国雪橇运动员和他的密切接触者先后确诊，两个同一国籍的运动员已经被送去隔离，但当局没有公布两个人的身份。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昨天在广州演讲的时候说，无论是灭活疫苗还是 mRNA 疫苗，半年之后免疫功能都是明显下降，都应该接种第三针。他又提到，精准防疫不代表要层层加码，如果不是只会影响经济发展。冬奥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首钢滑雪大跳台，跳台主体建筑和配套建筑完工，预计下个月中下旬开始造雪。首钢滑雪大跳台赛道以曲线设计，灵感来自敦煌壁画中飞天在空中漫舞的形态。我们在两侧呢又设计了彩色渐变的彩色飘带，所以呢也就是像那个敦煌壁画的飞天，所以首钢滑雪大台呢也被称为雪飞天。我们在飘带内侧呢也安装了氛围灯，晚上在亮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它的形状加上斜梯，有点像水晶鞋。首钢滑雪大跳台位处首钢老工业园，是北京赛区唯一的雪上比赛场地。冬奥期间将会举行单板滑雪大跳台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两项赛事，产生四面金牌。目前跳台主体建筑、裁判塔和看台部分等已经全部完工，附近的老厂房已经改建成为发电厂厂房、工作人员办公室等配套建筑。大跳台预计下个月中下旬开始造雪。而在冬奥之后，首钢滑雪大跳台将会转为专业体育比赛和训练场地，赛道预留出水口，日后不单止可以滑雪，还可以进行滑水、滑草等体育活动。转睇下啲财经消息，内地两大电商平台天猫和京东双十一成交额再创新高，但系增速就有所放缓。截至今个月11日，天猫成交额大约系5400亿元人民币，按年升8.4%，旧年录得双位数嘅增速。京东方面，双十一嘅下单金额大约系3400亿元人民币，按年升28%。但係仍然較舊年嘅30%嘅增長為慢。而國家郵政局嘅數據顯示，今個月頭11日，全國郵政快遞企業一共處理超過47億件嘅快件，按年增長超過20%。
其中在11月11日一共處理近7億件，再創歷史新高。港股反覆靠穩，全個星期累計升超過450點。港股早段升近280點之後升幅收窄，下午一度倒跌，收市報25,327點，升79點，成交有1353億。阿里巴巴旗下的天貓雙十一購物活動銷售增長是歷來最低，股價曾經跌 2%， 信宇升 4%， 就是表現最好的藍籌。海底撈配股股價跌 9%， 出手配股價是表現最差的藍籌。地產股普遍向下，長實跌 4%。 英國計劃將電子煙納入醫保系統，斯摩爾升近15%，比亞迪電子升近10%。歐洲股市方面，倫敦富時100指數跌27點，巴黎 CAC 指數升25點，德國 DAX 指數升23點。再休息一陣，回來會報導。本港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修訂為 6.4%， 學者認為來年如果可以通關，可以進一步帶動經濟。美國多個州的疫情反彈，專家憂慮出現冬季爆發。科羅拉多州批准全部18歲或以上的人打第三針。翻嚟新聞時間，本港第三季經濟按年升5.4%，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就修訂去到6.4%。政府經濟顧問說，雖然本港和內地正是商討通關，但是相信對第四季的經濟表現影響不大。受惠環球經濟活動恢復和本地疫情受控，本港經濟持續改善。第三季經修訂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和月初估計一樣，按年上升5.4%，連續三個季度錄得增長，但較第二季7.6%的增幅有所放緩。而總結頭三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7%。至於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就修訂為6.4%，貼近八月嘅時候預測5.5%至6.5%嘅範圍上限。目前訪港旅遊業仍然處於冰封，但特區政府正係同內地商討通關，對第四季經濟表現會唔會有影響呢？即係如果話我哋能夠順利通關，嗰、那個訪港旅客數字有一定的恢復程度，這個都會係對我哋嘅復甦咧，會係增加一啲動力喺度。不過對今年嘅經濟表現嚟講咧，因為大家知道呢個通關嘅商談都係進行中啦，係嘛？咁喺第四季嚟講咧，應該就影響不大嘅。有學者認為，來年如果能夠通關，將會可以進一步帶動經濟。咁如果通翻關嘅話咧，就好多嘅業務咧可以進行啦，例如係一啲投資性嘅業務啦，無論係北上或者係南向啦，又或者係一啲嘅所謂嘅旅遊嘅服務啦，譬如話係嚟香港旅遊啊，咁啊會帶動香港嘅零售啊，嗰、那個餐飲嘅問題啦，咁啊調翻轉頭響香港，無論係最進行一個入境遊或者出境遊啊，嗰啲旅遊業嗰啲嘅從業員咧，又可能開翻工啦，咁呢一個咧亦都或多或少咧會帶動翻嗰個經濟少少嘅。他又預計消費券計劃帶動經濟的效用可以延續至12月或者明年1月的消費旺季。無線電視記者陳金寶報導。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個人被控串謀刊印、發布煽動刊物，其中主席和秘書的保釋申請被拒。25歲工會主席黎文玲和28歲工會秘書伍巧兒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陳慶偉聽完控辯雙方陳詞之後，拒絕兩個人的保釋申請。案情說，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五個理事去年6月4日至今年7月22日期間，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涉及三本以羊村為題的兒童繪本，涉嫌意圖引起公眾對特區政府和香港司法的憎恨，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慫使他人不守法。丹麥雕塑家高志活表示願意來香港將國殤之柱運回去丹麥，但是要求特區政府保證他和他的團隊不會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高志活在網上發表公開信，
話拆卸國商之處涉及複雜的工序，需要同團隊親自到香港處理，並希望港大可以協助，包括技術支援、封路等的安排。他又說從香港傳媒得知港區國安法可以起訴外國公民，自己都曾經被拒絕入境香港，要求特區政府保證他和團隊不被起訴。美國近期17個州新冠疫情呈上升的趨勢，專家憂慮出現冬季爆發。反彈情況嚴重的科羅拉多州長簽署行政命令，批准州內所有18歲或以上的居民打新冠疫苗加強劑。美國的新冠疫情反覆，夏季出現爆發的佛羅里達、德州等的州份情況持續改善，但有17個州的新增確診個案近期有上升趨勢。衛生專家警告，疫情在感恩節假期前後或者有再度爆發的風險。當中疫情反彈情況比較嚴重的科羅拉多州長波利斯估計，當地每67個人當中就會有一個人染疫，宣布新冠病毒在這個州大規模傳播。星期四簽署行政命令，批准州內所有18歲或者以上的居民接種加強劑，比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就加強劑定出的年齡限制更加寬鬆。當地亦都重啟針對醫療系統的災難應變指引，醫護人員優先調配到負荷較高的醫院，延長護士工作時間等等。指引亦都容許需要的時候出動國民警衛軍負責病毒檢測或者運送物資等的非臨床工作，減輕前線醫護的負擔。這一輪冬季反彈在北部和西部州份蔓延，專家認為同居民盡量留在室內以及閂窗令到空氣不流通所造成。不過他們說美國疫苗接種人口超過三分二，預計即使再次出現大爆發，疫情亦都不會好像去年冬季那麼嚴重，尤其是入院率和死亡率。無線電視記者楊潔怡報導。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明年的二月舉行，今屆首次分開男女子獎項。滑浪風帆奧運代表陳希文、足球員孫銘謙等等出席記者會。今屆第一次將獎項分為傑出男運動員和傑出女運動員，男女各誕生最多五個人，各自得票最高，成為星中之星男女運動員。另外兩項的兩大獎項就是最佳運動組合和最佳運動隊伍，總獎金增加到100萬，即日起接受總會提名。公眾投票明年1月8日展開，頒獎禮在2月22日舉行。河北張家口市下轄的老掌溝距離北京不遠，境內有溝壑中橫的山地，成為越野愛好者必選的路線。在沽源县南端古长城外，河北省和内蒙的交界处，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峡谷。这块望落似脚板的天然巨石，为老掌沟盖上它的印章。老掌沟拥有多种地貌和自然风光，是秋游露营的好地方。沟谷深处有一条小溪流过，而呢一度距离北京只有大约200公里，是近年京城越野迷大显身手的热门场地。斜坡的难度系数高低不同，所以连越二代都嚟凑下热闹。自视为大师级的高手，当然要挑战难度。倾斜度接近40度，路面满布碎石的好汉坡，它的重点是斜坡好长，既考验车的耐力，更加考验车手的胆量。一个不小心，随时会炒车的。其实好汉坡不算好高，海拔只不过是1700米。哪位好汉能够成功登顶，就能够360度全方位欣赏到周边林场的纯天然美景。无线电视记者王正廷报道。